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天枫叶。那么今天看到后面就到我们要来抽卡啦。那这次我们要抽的呢就是新版本的自驾卡池追梦倾城系列啦。其实他们的强度还算不错啦，林黛玉生存力很强哦，但除非你非常在意眼球加成啊，不然的话其实也没有到非抽不可哦。但我这里想一想，我还是比较在意加成的，所以我就决定要抽了。好，那就趁着这次大奖几率提升呢，我们就来抽这次的卡匣。老样子，是希望能越早出大奖二奖越好啦，能省多少就省多少嘛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哦。 Let's go， 直接十连下去吧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就第一个十连，我抽，有没有大奖二奖？大奖二奖，出大奖，大奖哦，有亮哦，这样是有吧，这样是有吧，下面要有发光才是有，有有有有，这应该是出的吧。一二三四五张六，至少有一张大奖，可是这个亮度是二奖。好，没关系，不管是大奖二奖，当然我希望是大奖啦。好，这前面一定是小奖，那就不用说了，这一轮小奖肯定是拿完了啦，刚有陈圆圆跟上官婉儿嘛，接下来这张也应该是小奖才是。哎，对，是小奖。不过这卡夹其实也就六张卡片啦，相信会一直看到那四张小奖哦。然后这是啥啊？我们的二奖出来了，潘金莲来了。然后最后这个就是大家最不喜欢的赵飞燕，其他人我是不知道啦，但至少看我直播的观众都不喜欢这张卡。干，还有三只赵飞燕呢，我操，这是什么鬼？三只上官婉儿，三只赵飞燕。干，这构图可以不要这么漂亮吗？ fuck， 可恶。那现在我们只差大奖嘞，但应该大家都是十抽就差不多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抽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抽抽抽，毕竟我们只差一张大奖了。哎，他抽过一次拿金风筒原石钩就没了，好吧，没关系。第一抽，我抽，可以吧？直接来大奖吧，可以吧？这肯定可以的吧？大奖几率提升呢？干。没有，哎，不是，你说好的几率提升呢？亮一下，孟姜女，再来，干赵飞燕，又一张，干，他没有五抽五抽抽的选项吗？这样抽好慢哦，可十抽好像很浪费哦。有亮有亮有了有了，大奖大奖大奖，拜托，六干。二奖，可恶啊，两张二奖啊，没事，我们再买大奖，快点来大奖，拜托大奖，干，怎么这么多赵飞燕啊？我都看到有七抽收工呢，我也可以吧？二十抽以内毕业不好吗？大奖，来大奖，哦，有了有了，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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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摸摸摸，大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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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，怎么第三张二奖是怎样啦 ？Fuck you， 我知道我说了你没啥用，但是你不能来这样子的呢，妈的，大奖啊，林黛玉早点来，拜托早点来，干，为什么连？再来三张陈圆圆啦，妈的，林黛玉来一下啦，不会死好吗？你们抽这么久，我最后还是一闪而过的画面罢了，不要这样，干赵飞燕，好啦，最后啦，保底了啦，靠腰哦，气死。气死欸，干这么多这个特效出来全部都是二奖是什么的，看这种就是官方的恶意你知道吗，官方的恶意，垃圾，妈的啊，算了，就这样，我们就抽到保底了，干，好啦，以上就是这次的抽卡结果，非常的鸡掰，一堆的赵飞燕，我明明对这个孕妇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干，烂透了啦，哪有这么烂的，真的是好干哦，加倍还抽成这样啊，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们的抽卡结果啊，那就这样了，我是秋天枫叶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可以跟订阅哦，那我们在下一次的抽卡时候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好，录音就到这里结束，干，气死了，他如果没有活很久的话真的要删游戏了， fuck。